秘，看张继科和金晨在饭桌上吃饭聊天，好窒息啊。我最喜欢看的帅哥吃饭。那你是饿了？不是，就喜欢吃爱吃。对，那你讲究仪式感的东西。对，我就没有把吃饭当成一种仪式感。可能小的时候就是你怎么说，就是散养惯了。那你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，我觉得。我针对吃饭，吃饭。不是，我能感觉到你是，我觉得你不是。我有点怕麻烦，是真的。浪漫是不能怕麻烦的。